没有，但稍后的表现却让人跌破眼镜。你的加分题是，我想献一首歌给全台湾不能够吃牛肉的人，所以歌名就叫做不能吃牛肉面很惨。来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因为爷爷的职业，我这辈子都不能吃牛肉面。辛苦的牛儿养活了乡村里的每张饥饿的嘴，念旧的老爷爷。你歌词能不能讲念给我们听？快。就是因为在台湾的社会，很多人是因为爷爷的职业的关系，他不可以吃牛肉。然后有一次，我跟我朋友他就想找他去吃牛肉，他不可以吃，我很生气，我就做了这首歌。哦，谢谢，恭喜你，太棒了哦，又多了一个创作人才。我没有觉得我自己会过关，只是我觉得来这边比赛就是一个很棒的机会。唱歌部分30分。但是创作后来的部分，我觉得70分。接下来马上欢迎的是35号吴宗翰，今年22岁，掌声欢迎他。这个没有心的王八蛋，你会有一天后悔，你会有一天后悔。我的心好像破了洞的气球。我真的好倒霉，不要在意你会后悔。想不到这样才华洋溢的表演依旧无法过关，逼得他不得不拿出秘密武器。送给我女朋友的歌，那其实我原本想说这是放在特别的，没有想说要加分，那我现在就放在加分。本来以为笃定过关就对了，不是？好，没关系，加分题，来，女朋友。太阳天或下雨天，人挤人的咖啡店，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。过关！谢谢谢谢。各位，这个重要的灯数还是在右边这五位，但两位老师还是没有给唱片圈的这两位。是这样子，如果我在看你演唱的时候，我会问我，如果唱片公司老板问我说这个人要怎么做的时候，我会跟他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做，因为你要么你的声音就有一点点像陶喆，可是又没有真正自己的个人的味道或什么的，这一部分是我们最难判断跟做决定的。你必须再更努力一些，包括你的音量。好像比较适合当演员吧，做明星吧，就不一定要做歌手。其实他们今天一直叫我模仿，但是我今天看到郭子乾大哥在那边，有一点胆怯的。你就过关了，就娱乐大家一下，娱乐一下，娱乐一下，把吉他拿下来娱乐大家一下。你提着吉他嘛，在模仿苏锦昌啊，在哪边？那我现在模仿的是秋意。秋意，这边是93年2月份丽婴房8532元的单据。上面清楚写到，李李仁先生以及陶晶莹女士在期间花费，我个人是强烈的质疑他们有进行所谓的秘密外交配啊，不是秘密外交，谢谢。哎，模仿界的天王来，郭哥讲评一下。通常以模仿来讲的话，他这么帅啊，来模仿那个秋意，往上掉的那个秋意啊，其实已经蛮难得了。然后他自己还有创作在这个词曲里面，内容上加分，对不对？好的，要恭喜你。我跟我女朋友交往了大概3年的时间，那在这一年呢，最近这一年啊，因为我在外地念书，那她又在当空姐，那所以我们两个聚在台北时间就比较少一点。我唱《天天》这首歌就是想要代表我对她的思念，这样子，谢谢。而严苛的比赛持续进行，接下来的4位参赛者都以相当低的分数被淘汰，到底过关者何时出现？就在此时，出现了一位特别的参赛者。因为我很穷，没有啦。其实100万就是当做可以当成明星的一个本钱，然后勇闯演艺圈。
相爱就像风云的闪电，相信爱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。怎么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你终于，这位参赛者在演唱部分并没有得到任何分数，但却因家人的声援。他还有另外一段表演，是不是？好，加分题。我带来舞蹈。好，舞蹈。谢谢。有了，有了，有分数了，加油！这个康永哥，来，你给的分数最高。他唱歌的时候比较难辨认，可是照今天跳舞的人的表现里面来讲，我觉得他一跳就让人家觉得印象深刻，所以没有道理不让他靠着舞蹈过关。嗯 ，Roger 哥给的也非常高分。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来的参赛者哦，都要把加分题弄到比较好。你为什么不在一站上舞台的时候就把你最好的东西先端出来，然后要把它留到后面来加分？嗯，所以这样分开来我可以比较专心。可是万一你，因为你要知道很多的比赛它不一定会给你加分。万一主持人想回家带小孩的时候，就可能没办法到加分。有很多机会你在第一课的时候你就应该要争取到最好的表现，在第一秒钟就要让人家注意到你。对对对，现场有一位动感歌手，他也只给你一分，袁惟仁老师，就是说为什么？我进唱片公司的时候，我的老板特别提醒我，进来公司要发挥艺人的长处，掩盖艺人的短处。你的长处到这么后面才让我们看到，这是我觉得很不应该的。你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，第一时间里面把你最好的那一块拿出来，不然你还会很多很多的遗憾在后面。嗯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好的，恭喜你过关。谢谢。好，对家人有交代了哦。恭喜你成功了。谢谢。你觉得你自己应该成功吗？应该成功。所以你对自己的表现有信心？有信心。恭喜过关。第41号潘晓兰，17岁，掌声欢迎她。就是支持我来啊，然后就真的很感谢你们，就是你们就这样支持我，然后我今天又表现不好，所以你们就继续支持我，我也会继续就是继续努力的，谢谢。但仅仅机场的参赛者终于出现了。丫头看起来一上来的时候就是喜气，然后她很敢，她笑容很好，她可以当个舞者。机场的参赛者终于出现了，42号的吴欣可。心痛比快乐更真实，还为何这样的讽刺？我忘了这是第几次，一见你就无法坚持，孤独比拥抱更真实。有，我想要表演，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哭出来。哦，10秒钟可以落泪。我希望10秒可以啦，但是我可能就是如果不行的话，工作人员说有另一种效果。好的，好，计时开始。在今日有一个导演叫做冯凯，如果你短时间能够流下眼泪，或许在天下第一位。有演出的机会，已经过了14秒、15秒了。
但是风开导演给你两分了。我想哭哭不出来，可是思念像海，因为我爱你。眼睛有一点湿湿的，这一点可不可以请教现场的各位，包括可能这个郭哥也是哦。哎，突然就过关了。郭凯导演，你给他四分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可以当个演员。从哪一点？哪些条件？直觉。然后他的表演，刚刚在培养那个哭的那个过程当中，我看到那个情绪的转折。